大家好，今天到了理想的餐饮业奥新一品牌。今天今天要到马家迪，欢迎第五期第十一课业的申请这个农民的代表，要到发品牌。哎，不马老师啊，我是吧？当个呢，我知道吧？那个大概是吧？吧，你开门接吧。老师啊，国家是吧？吧，南洋我知道吧？那个地区是吧？内亚地带我知道吧？啊，那个啊。生活是吧？不挂不呢？那个村是吧？你他们跟那我不知道吧？那个历史是吧？The my history 不知道吧？那个里是吧？挂为某某人买不呢？啊，那个啊，笔记本是吧？你那是啥我不知道吧？啊，那个花是吧？冬笋地不？你不像你买冬来的是地花那边，那个。很是吧？的，一点你撇掉不了，那好日子来不？那个马上是吧？拆迁不？那个一定是吧？得加法不？那个前程是吧？的第二那个嘛是也的马哈是哪样？那 Great Wall 不了吧？那个的嘛是也得别的不？那靠边边不？万是吧？那个万是吧？当个呢大那个大概是吧？的看门禁那个国家是吧？的南洋国家吧？那个地区是吧？你也得大不呢？那个生活是吧？个不挂不呢？那个村是吧？的同个南不呢？那个历史是吧？个 history 国家吧？的都买不呢？那个里是吧？个阿瓜威他们买买不呢？那个笔记本是吧？的没收少不呢？那个花是吧？个冬笋的。那个很是吧？个你，一边你撇掉个了，那个马上是吧？个拆迁嘛，那个一定是吧？个得加法，那个前程是吧？个你个人有马哈的那个了嘛？哎，所以你们现在这边的，俺这边的挺慢的，那种发表的，问，大概，国家，地区。生活，村，历史，里，笔记本，花，很，马上，一定，层层，还有，你们现在的这个龙人那里，龙人明年也得本来的，偏我家没路听嘛嘞。大家再见。